你是不是被他给收买了？怎么帮着他说话？夏浅知道，求你了。以前我妈不让她在家里面练吉他，她要经常带着我在这个公园里面练，也不知道她现在记不记得。肯定记得。你这么确定啊？父女同心，你记得，她肯定记得。你是不是被她给收买了？怎么帮着他说话？棉花糖，以前他经常买给我吃，要不买点过来试试？好啊，我不吃啊。又没问你吃不吃，等着吧。我想吃。哎，多买一个过来，说不好你爸要吃呢。知道了。你这么说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老板，给我来一个吧。你说月月已经没那么恨了，我是不是应该找个契机醒过来呀？过两天他带你去看演唱会，结束的时候你找个机会假装回复记忆。啊，好。这两个你看看要哪个？哎，这个挺可爱的。记住啊，恢复记忆的时候要表现得自然一点。那我是不是得练习一下啊？是的。你看这样怎么样啊？我先是那个迷茫，然后就看到夏景之后我惊讶，然后我又喜悦，在这之后我内疚，然后再喜悦内疚，反正就是喜悦内疚交织在一起，这样你觉得怎么样？有一点僵硬。僵硬，我再练练啊。迷茫，你呀，喜悦内疚，迷茫。